大家好，欢迎回到《猪猪健康生活》节目。由于上一期视频的这个我讲解了 Tronagen， 就是我服用这个抗衰老 NAD 加补充剂的这个视频以后，很多朋友来问我如何购买这个。那么今天就做一期简单很短的视频呢，给大家讲一下，如何去购买，大概是多少钱。那么首先，如果你生活在美国，因为它是美国产品嘛，那你就可以直接在它的官网购买，官网是www.tronagen.com。 那么这个90粒的一瓶的呢，你可以单独买一瓶，大概是$120，然后再加税，税多少钱呢？取决于你生活在哪一个州。所以朋友们，你可以直接去购买。然后我建议大家呢，就是购买大概2个月到3个月的量吧，可以去尝试一下，对自己有没有用，不需要一开始就买很多。那么如果你想买专业版呢，在美国的朋友呢，专业版这一瓶是500毫克，专业版是一瓶是30粒，一个月的量。那么你可以跟我直接购买，在美国国内的朋友呢，我可以免费呢寄给你。那么美国的价格呢，大概是每一毫克是$0.005。大家记住，这种所有的这种抗衰老 NAD 加补剂的高端的这种保健品，都是以毫克来计算的。那么如果你不是生活在美国，那在其他国家你能不能买到呢？那么如果你生活在，据我所知啊，在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欧洲，在都有直接去这个官网啊，就可以直接买到这个保健品。Tronagen 在香港呢，有另外一个包装的低剂量的产品，是在香港的这个屈臣氏，就 Watson 有卖，那你可以直接买那个。那个的含量呢是100毫克，好像每一粒，具体价格呢我不是很清楚，大家可以在他们的网站自己去咨询。你生活在中国大陆、香港和台湾的话，如果你想在美国代购呢，这两款也可以直接跟我联系。那么这个的价格呢是$135，这个价格是$75，那么需要付运费，时间呢大概到亚洲大概是4到5周的时间。那么如果你在7月份呢跟我购买这两款产品呢，我可以送大家一个免费的这个维生素 B12， 活性维生素 B12， 直接含在舌头底下，容易吸收的这样一个补剂。所以我这里购买的价格和美国是同步的，大概是每一毫克是$0.005。那今天这短视频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因为很多朋友对上一期视频的一些提问。近来呢，我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美国的专业的保健品，需要购买保健品的朋友呢，也可以跟我做免费咨询。我现在正在建立我自己的个人网站，希望将来我把这些呢都可以放在我的网站上。好了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关注猪猪健康生活，拜拜。